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三吨半电动搬运车，它这个车是手动上升下降，手动上升，手动下降，电动行走，把这个急停开关打开，把插头打开。搬动手柄前进、后退，可以拐弯。开完这个电机，这个是个 PU 轮的一个轮子，电机是无刷的，48伏的。这个是它的电池仓，里面有4块大容量的铅酸电池。这个是急停开关，这是充电口，这个电池可以拿出来更换。